今日咧，卡洛斯嚟到咧，全香港最贵学费嘅一间书院啊，皇立书院。但系咧，你睇到我有襟花，即系今日我嘅身份系个嘉宾。咁究竟我系参加乜嘢嘅活动呢？哦，原来就系香港图书馆主任协会嘅一个40周年庆祝会。我仲系第一个嚟到签名添啊！我作為一個科技人，點解會在圖書館主任協會的一個活動裏面去擔任嘉賓呢？原因咧就今日咧係為他哋作咗一首主題曲喎。咁今日聚首一堂嘅咧，都係圖書館主任啊，簡稱圖主啦。我今日咧亦都係周年大會嚟嘅，咁有好多嘉賓講者啦。咧就有好多關於圖書館嘅 Wanda 咧喺度推廣佢哋嘅產品啦。咁啊，不過而家亦都希望各位展商暫時停一停低，因為我哋重要嘅會員大會現在開始。好高興今日咧就係好多同工支持啦。當然最重要咧，我哋要多謝咧謝謝金教授啦，係啦。咁仲有咧，我哋好多咧就係重量級嘅嘉賓啦。包括咧就有黃燕如博士啦，咁仲有咧就係林毓輝先生啦，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嘅朱語言啊，朱語言啊，有啲謝教授，多謝黃會長。擔憂咧就係個 PISA 咧係會有少少退步，咁今日都會一並講埋，究竟係有啲乜嘢嘢原因咧，令到 PISA 會有少又會有啲退步咧咁樣。咁其中一個主打活動咧，就係香港圖書館主任卓越成就獎。咁啱啱呢一屆咧，我都有參與喎。我覺得呢個活動係非常之好啦，能夠係將同工寶貴嘅教育經驗啦，一啲智慧啦，係能夠推廣，並且咧令到其他學校可以觀摩。或者啲工作坊啦，老師培訓，甚至乎咧，我哋會將啲題目庫咧就係共享俾大家嘅紀念。所以我哋咧今年係用一粒紅色嘅背景咧，係做個主題顏色啊。一陣會為我哋分享關於圖書館學校版權嘅一啲須知。這個時候我和黃曉龍老師過來這邊呢，繼續我們聲音導航與大家。好了，那我整個生命的歷程呢都寫了這本書裡，雖然是簡短，不過呢大致上你都可以知道我原來是這樣的。這個會是很難得，你又不好做有，有很多事情特別是政府都要聽我們說的，要求我的圖書館團隊請你去讀好課程。為什麼呢？每一個學科究竟有什麼是與閱讀有關？咁而家呢度呢度應該係後屘我哋咧係去到中央圖書館開啊，中圖啊。作曲、編曲、監製鄭嘉良，填詞林秀慧。幫我哋作咗呢首歌，一毫子都冇收協會。出面我哋唔知用咩途徑，佢俾人買咗俾我 cash， 佢會俾人追殺。俾人追殺，唔可以唔收錢嘅。咁咧，有個場合認識咗林老師啊嘛，啊佢真係好有文采，原來圖書館主任咧係真係有咁有文采，所以知道佢咧真係相當榮幸。咁啊，今次咧有機會咧同佢一齊合作。咁啊，小弟咧雖然係科技教育部長，但我真正嘅身份咧，真正係一個音樂嘅身份嚇，係其實係一個音樂特登。老師嘅要求啦，咁啊，咁啊要求，咁我就睇翻支筆寫出嚟。希望真係可以幫到圖書館協會，可以舉步更加蒸蒸日上噶，好唔好啊？多謝鄭 Sir， 祝福我哋各位圖書會繼續努力。
凡有风月雪海卖碎心，大家留意歌词。每日同抱出书香，伴在诗篇，共同成长，开卷安全，弘扬文化，是你和我的梦。山歌里共建黄金屋繁华，书海上明见鱼肉的盛宴。等山里万片藏书的天光，对世界开放，叫你我向往。协力同鼓舞，同齐进步，同并肩四十年。风风波中遇上记得，有我共行在身边。抗时代风气，常怀信心，手牵手冲破。看繁阳千里，岁月同度过。对于我来讲咧，写一首咁嘅流行曲式嘅音乐咧，其实真系小学生嘅练习嚟嘅啫，即系我通常系写本研报。但是呢，大家要聽明老師的歌詞呢，就真的是大師級。你看看裡面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玉，斗室裡藏書萬冊，這些字字珠玑。那我都學到很多東西，多謝各位啊。因為每個小朋友都值得精心設計的圖書館。非常好。好了，今天所有的活動完成了，那我現在離開了。我是卡洛斯，喜歡我影片的請你訂閱、加讚、分享出來，拜拜。